太好啦，一季都冇幾次啊，真係。呢個白色啊嘛，呢個白色啊，呢個黑色，球員之福啊，有個廣播真係。咁啊，呢場白色 line up 啊，對方濟籃球隊啊，白色12號啊，主力球員啊，成日唔攞分嘅主力球員啊，開波。好衰啊嚇！啊，一開波面一面佢先。包老闆。哦，跳人嘅，誒、欸。白色圍，哦，紫色圍，誒、欸，箭嘴冇拎喎。我要問包哥，包哥應該又大嘅。睇個咩啊？唔使，攞粒糖，攞粒咩？誒，攞個綠茶咯。白色波。有冇 turnover？ 冇冇，我哋唔使 turnover。OK。筍嘅，筍嘅。OK。可以啊。係啊。見到個可愛嘅箭嘴啊，我有。誒，可以啊，佢哋睇到啦。turnover 呢啲咁消極嘅數據，我哋唔要嘅。犯規都係被逼要抹，因為呢個規例所限。十三兜嚟俾呢個，哦呢個控衞，哎呀！好啦 ，back call 啦。好黑手啊！真係，哇嚟啊！哇哇哇！十二 steal 唔係十三，紫色十三 steal， 跟住白色廿四 steal。啊！包哥控球啊，點部署咧？哇！白色十二兩分唔入，紫色十三 block shot， 跟住紫色十一防守籃板，跟住白色十二兩分唔入，照屈咗佢出手先啦。雖然你違例唔理啦，屈咗佢先。照卡啊！暫時係二中一 block 啊，呢啲人 block 啊。佢未有犯規，所以個 EFF 係零。我想講嗰日阿挺 EFF 負數咯。零號三分入啊，十一助攻啊，中冇錯。紫色十三 steal， 紫色哎犯規先啦，我係好彩響到，呢啲響唔到啊大鑊。明顯啊呢啲白色十二犯規，我個定律已經湊效啦，先攞咗個犯規先，佢而家負 EFF。系減一啊！佢係哦，自己十乜第一球唔入，方健啊！我記得呢個叫，哎呀兩球都唔入，白色廿四防板，楊大哥，楊大哥啊，專打籃底。雙控 Leo 交俾阿包，跟住哇白色十一兩分唔入啊，紫色十一防板，呢兩兄弟同場喎，十三平零，係咯，真係幾似啊！係啦，我分唔到佢邊個係大邊個細咯。哦，紫色四號兩分唔入，跟住紫色四號攻板，跟住紫色十三兩分唔入，跟住白色十三防板。我呢度拆咗，可以拆咗。佢呢、這個可以拆誒呢、這個位置。好。喂，邊個射我睇唔到添？白色廿四三分炒。零號，紫色零號防板。潘氏兄弟，哦，紫色十三三分入啊！零號中。紫色入完個三分，六比零啊！白色波。包哥控球，一號老闆分俾十三啊，白色十三兩分唔入，紫色四號防板，紫色幾多？四號，紫色四號兩分唔入，白色廿四防板。紫色四號 steal 啊！哇 ，Eurostep 紫色十三兩分入啊！
可以。白色十一两分唔入，紫色十三防板，佢个快嘅，哇！紫色十三两分入埋，十比零啊，零比十啊，哇！打爆，紫色几多两分啊？十三，冇助攻嘅，点样？低位啊，打低位啊！反回呢个劣势咧，这个 screen 用唔晒，哎呀，唔起手。要起手的啦，要起手的，要起手的啦，冇啦，紫色十一丢，单刀啦，唔摊噶，十二犯规入得，果然两犯定律中了，喂，两犯都唔换走去嘅，点解？白色十二系两犯啊嘛，系咯，根本全场就净系得一个犯下球再換啦，兩邊都紫色十號兩分唔入，白色廿一防板，白色廿四兩分唔入，攻都有進步，入得。幾好幾好，但其實我哋呢個睇就睇唔到喎，呢個位睇，我近視太深。尖尖嘴，好。等暫停嗰啲背囊，攞翻個尖嘴出嚟先。紫色十一兩分唔入，中板自己。天花是三零啊，好，咦，十一分出嚟，十一传十，十号两分唔入啊，跟住廿一防板，白色 ，OK， 杨大哥仲未发挥佢难得嘅优势，哇，有啊，廿七两分入啊，四号助攻，比数二比十，廿四助攻，系啦。封晒三分有冇？白色十一防板先，七十六三分唔入，紫色啱啱系，跟住白色廿一两分入嘅，跟住助攻系廿七，系啦，廿一入嘅，比数四比十啊！喂，唔好走啊，精神，熟细啲先。白色防守開始逼啦，哇！哇！三甲之內加兄檔，十號兩分入啊！三色嗰位名去照有啊，紫色十號仔。哇！呢個攝靚啊！哇！白色廿七兩分入啊，廿一助攻，可以清楚。奧馬龍咯，奧馬龍佢個用佢一助攻。係啦。紫色十一三分入啊！助攻是七十幾，七十幾，七十六啊！只識七十六啊！助攻啊！三秒進攻，勾落去冇啦，失誤啦！三十四分球，留翻零號大哥喺度，細佬啊休息一下先。貴咧喺度。只需零號兩分，滴唔入，白色十一防板。一個 swing， 好都唔用。拉後啊，十二秒進攻，
飞入威，白色24两分唔入，防板紫色10啊，12秒，哇小心啊，你吹得高分啊，10号，跟住紫色10号再两分唔入，跟住自己再攻板，跟住紫色0号两分入啊，0号助攻，唔系10号助攻，0号两分入啱啱系6比10。